我们在追查凶手，啊！追查凶手，改个林间流用。哎呀，人家会自投罗网吗？哎，说的是啊，这上头下的命令，我们不得不服从啊。嗯，辛苦了。哎，对不起啊，长官，随行人员也要接受检查。 快点啊！哎，那这位是？我日本的一个朋友，他今天喝多了，我负责把他送回去。他叫松村一郎，是报社的社长。哦，要不要把他叫进来跟你检查？社长？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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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日本人就不用检查了，耽误长官时间了。啊，慢走。放行。 这段路怎么这么晃啊，社长，你可千万别吐出来！下车。